前面等你们都知道吗？这个可以，前面可以快，从第二个开始要慢，对对对。没有，后面其实它有那个挑几要几，挑几要几，你记清楚。但是很慢，要先做一次。两个叉的中间，两个叉的先插右边。啊，跟着，然后再抓，跟着那条，对，右边这一条，跟着右边这一条，跟着这右边这一条，挑一个就好了，然后翻过来就看到这个了。再把这个胶挑出来，右边，反正都挖最下面那一条了。哦，好，这样，你看下面这一条啊，你打开，你打开它，它自动会出来的。你再打开，你怎么开？打开上面拨一拨，你看，又出来一个。一定，哎呀，妈咪，你穿的时候还要转就对了哈，稍微往前转，然后你都试了都说家，从这个头这边，从他的左边，从他的左边跟着他，这个的左边跟着他，这边慢一点，这边的话你要从他的左边，这边你要走从他的右边，从他的左边，先挑一，压一。挑一，压一，然后二，最后是二，对不对？挑一压一，挑一压二，对，好出来。好的。从哪边？从他左，挑二的后面这一条。下一个。对。下一个是。从，刚才是从他的。左边嘛，我们现在从右边，从它这个的右边，右边挑一，挑一，压一，挑二了，你看一一二二，哦，一压二了，现在挑一，压一挑一，压一挑二挑二，挑二压二，挑二压二，好，压二。然后又从他的左边，这个的左边挑一，挑一，然后压一，压一挑一，后面双，一二三四啊，然后二二，二，压二挑二，然后从右边挑一。挑一，压一，挑二，等一下，小狗乱掉。挑一，压，对，二二，压一，挑一，压一，挑一，压二，挑二，然后从他的左边，现在还是一哦，还是一，几头还是一，一，然后压一，然后再挑二，好，后面四条一二三四就二二了嘛，还有一道，等一下从这边还一道。你这边还是一，一，然后二二二了，挑一，挑一压二压二，不对，现在是挑一压。挑一挑二，压一挑二了，挑一挑二，然后二，
你有二二二的嘛？二二二的呢？压二挑二压二啊。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压二挑二。然后最后一道了，最后一道。还是一呀、啊，还是一呀、啊，因为它还没有碰面嘛。一，然后二二二了，就剩下一二。跳二，压二跳二。哎，对，双双了哦。都是二二。哦，最后就是二二二结束了，二二二二，你看。压二，跳二。需要有那个工具哈、哦，再二，再挑二，碰到了，哦，就结束了。要碰到这个、啊。对。塑胶的不好做，哦，就碰面啦，就没有了，就这样。对。嗯。出来啦。好。成品。一样。成品，这个他们要用吗？